泡澡，沐浴净身，往往让你进入灵修之境。泡澡可以，能不能别让他画我？谢谢。见了很多投资人，约在这里的还是第一次。你好，抱歉啊，不好意思。其实我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。感恩。Peter 是基督徒，这次归国是为了辟谷灵修。上帝保佑。按照规矩，他会一直禁言到修炼结束。所以他会一直用眼神来表达，我负责翻译。好，皮特先生想知道您是为什么要研制这款产品。这款产品的设计初衷是因为我的父亲，他的名字叫范英雄。母亲去世之后，他不仅是我唯一的亲人，而且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因为创业没有办法陪在他身边，但是我相信所有科技的发展都会回归人性。这款产品是将我和他连在一起的纽带。我美国的董事在月底来中国，我认为我们可以再约一次见面。我的车就停在那儿，所以请回吧。那就不送了。谢谢，我们下个月见。老同志，你要踹车崴了脚就算讹人啊。跑啊，我不跑，红灯。骗人你都骗到和尚庙去了，不怕遭雷劈啊？来，我现在开启一扇咱俩沟通的小窗口哈，我再一次澄清，我这不是骗，是融资。嗯，我欠了多少钱我自己不知道吗？大叔，放什么？哎，你往哪儿放？五一。28000。不是你弄丢了，我怎么还人家？对，先生，
你老姨后老伴干儿子的八千。夹手啊，停止对话了好不好？等我有钱了，我肯定连本带利还他们。三十好几的人了，在外边到处忽悠不着家，你把家里门锁都换了，我怎么着家？下车，武将，下，武将，有骨气。行，头一回看你这么有骨气，上班了啊。我投降。知道咱俩谁是胳膊谁是大腿了吧？爸，来，进来聊一聊。啊，说啊，聊啥？哎呀，怎么聊？啊？哎，哎，回聊，回来。我投降了。投降了？我的爱心啊，放这儿了。投降了，我把那脚镣给你解开。谁是胳膊谁是大腿？回见。出门也不知道充哪个电。哎，干嘛的？上广告的是吧？没有，大爷，我们这献爱心的公益活动。不行啊，这字儿啊啊，不行啊！写字啊，得讲究个基本功啊啊！你瞧，撇是撇，竖是竖。哎呀，哎呀，这个你就好看了。哎呀，照这个来。行行行，谢谢大爷啊！来来，哎。范小兵，你个王八的无独子，快还钱。字儿还是烂呢啊，大鹅画的不错。大爷，我们画的那是鸡，那是我们澳门公司的动感大 logo。 哦，把大爷也烧上，这小子也欠我钱。大爷怎么称呼啊？爹。哦，哎，哪种爹？亲爹，亲爹，亲爹，亲爹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堵到大门口写大标语骂人，你们欺人太甚！我弄死！对方几个老娘们给你们造这样？一个老头，特壮，史泰龙啊，老史头是吧？大爷，你不知道那老头会说话，就老猛了，我们没整过呢。那你们这天天健身，咔咔的那大胸肌练的，怎么还？你干啥呢？大哥，听说你最近感冒了，特意给你买个感冒灵，早用早好。植入呢是吧？啊？显着你了是吧？我从东北发廊给你们几个带出来，咱一路南下，今天好不容易到了跨国公司啊。哥，澳门不算跨国。我告诉你们几个啊，咱们再这么着钱，就集体回东北找头去吧。狗哥，哎呀，狗哥。My funny Valentine, 我最新研发的菜品，尝尝。Sweet comic Valentine, 想做好这道菜，你要感受一下这寄养在草原上的幽香。哎，让我可以跟这么一说，我这心里还，哎呀，这哎，真有点忧伤现在。很多人劝我，叫我改行做互联网，我拒绝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为了一句话，高利贷借的不是债。是爱，好朋友能借你几万块，再亲的父母无非几十万，能借你几百万，
甚至几千万的，就是我们，我们才是众生真正梦想导师。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不按就拆不住拆，我最恨的是不守规矩的人，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那个，我作为华北区的总负责人，这钱没要回来是我不好。那个，我不配称你做的这个羊排。话不能这样说。当初你来公司做，就为了一口饭。放心，公司不会饿着你的，全部吃掉，用你巨大的气力，去摆平那些难搞的客户。我跟你说，太能开玩笑了呀，狗哥，你这是跑了吗？你说牺牲了十天 ，OK OK。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个老婆，这个饭，我容我打吗？吃饭是安吃的。当年我烟瘾无数的时候，你知道我大概给我吃个什么东西吗？一个茶杯。做这个新产品的实验呢，有一定风险，你确定要做吗？又不是没做过，钱还是当年结是吧？好的。Hello， 又去当小白鼠了。为了那点钱，脸都不要了？你都把自己折磨成什么样了？我不是为了钱，我认识朋友有一个新产品，然后我帮他去试一下嘛。不行，哎，脸都过敏了，还肿得跟猪头似的，别喝了。平时可以不喝酒，但今天必须喝两口。因为什么呢？今天终于有一个人认可了我的才华，准备要投资我。但是你最好先给我拿个吸管，我嘴不得劲儿。哎，你高兴一下呗，这次我成功之后，你就要做好准备跟富人做朋友了。来，为了你飞黄腾达的明天，我敬你一杯。行，挺假。这嘴还不好找了呢。这么说吧，如果我成功了之后，我不仅把自己的债还了，你家这个店儿，我打算给你翻新一下，扩大一下，让你爸狂笑九泉。哟，那你以后超忙的，这种小事你还能记得住吗？你要不相信我，咱俩立个字据好不好？范小兵，决定投资。刘文卤怎么写？卤煮店，你签上字，这合同就算生效，好吧？记住今天是哪年哪月，这是以后的谈资啊。其实我在这小店也挺好的，你说人活着为什么要搞得那么累呢？刘文同学。我要严厉的批评你，怎么那么不思进取呢？啊，你像我，你有这么一个积极创业的好朋友，你是不是自己也得努点力往前迈一步啊？那你什么时候向我迈一步呢？嗯，我这不是正迈上了吗？嗯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二一。六
喝多了吧你？这点还不至于。我在账面上给你买了个二手电话，赶紧把你这个便宜啰嗦的手机扔了吧。你肯定能成功。幸会啊！幸会幸会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澳门铁公鸡金融借贷集团大北方区业务部首席执行官方健。扫一下二维码，直接可以添加我的微信，有惊喜哟！我刚才听你说话那意思，你也犯病了？没事，这小子欠我钱，他啥时候回来啊？你瞅住这破地方，你瞅，哎，这孙子。他也欠我没啥钱呢，我跟您说，这公寓就是我租给他的，要我怎么能到这儿来？你这怎么话闹的？你说那这么着，回头啊，就是说我见着小兵之后，我肯定替你面啐他样的，真的。是啊，给我站！你当我傻呢？啊？你个东北人，你装什么北京人？我都听出来了，老仙儿。以后有任何金融方面的问题，可以直接咨询我，听着吗？那，哎呦，一双慧眼你啊，不带认错人的。寻狗启事，必有重赏。你看这样，咱俩还是找狗去吧，找人也不挣钱的。哎，小兵干嘛去？你叫范小兵啊？我哪叫范小兵？那就范小兵。再见。哎，你等等，哎，你等等，快点！哎，你等等，快点！我们快点！哎，怎么了，老兄？范小兵回来了！啊，啥情况啊？范小兵！我现在没有钱，我有钱我还你，好不好？不是钱的事儿了，你侮辱了我的智商，还欺骗了我的感情，知道不？你想怎么的？在这儿跟你耗到天亮，我看你还能跳下去咋的？啊！多好，搞什么科技呀、啊？他这难道咱现在咋办呢？没事，跑得了儿子，不还有老子呢吗？嗯，哥啊，三思啊！熊熊，先别忙活了，你留下来吃晚饭。我干嘛？你家东西怎么坏？小姑，不叫小姑。叫欣欣，听说你特别爱吃肘子，小兵送的。不吃，苦肉计，用了个破肘子换他的破车钥匙。你小心眼儿，
这也是小兵拿来的。看看你们这两个人了。行，这是他那个车钥匙，帮我还的，店出马了。我都快成了你们两个人的快递了，是吧？小兵他忙，他不着家是应该的。你身边不应该没人，对不对？我跟小兵说了，他没什么意见，现在就等你一句话了。这个酒我喝过，好喝是好喝，就是有点酸。你多喝点。嗯。我还给你兑了虎鞭酒呢。喂，是范叔叔吗？啊，对，是我。我是小兵的朋友，他出事儿了。什么？今天早上7点，带50万来明城墙。哎，小兵，小兵，你怎么又吐血了？小兵，小兵，你挺住。怎么了？范叔叔，小兵出事儿了，那钱带了没？快快快！你好，你好，我和范总滚。哎哎，走啊！小兵的朋友。是，钱这个事儿啊，让你费心了。从小给他擦屁股，这回咱们一起擦。这回咱们用这个擦。这擦就受伤了吧？小兵，你说这个实心的铁棍和空心的铁棍打到你的头上，哪个疼？头疼。错，是你妈你爸心疼。那范叔，我给我妈打个电话。这咋还牵上手了呢？对待亡命徒最好的办法就是你比他还亡命。啊，这个东西杀人过瘾，关键是你能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临死之前的表情。爸，你这是不是咱之间也有点什么误会吧？误会啊！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哎，这砖头质量真好，有吗？怎么了？脑袋质量更好。哎呀！我去！我去！哎，交手算啥本事？这里还多好点！我去！哎呦我去！范叔，别下手！哎呀，回见啊！回见，回见！哎。给您添麻烦了啊！哎呀，挺大岁数了，还参与群殴，棒棒的啊！范英雄，我真替你感觉到光荣。哎，光荣，哎，真光荣，是吧？哎，爸，你真光荣吗？别闹，别闹，派出所门口，什么玩意儿？哎，这小孩，别拍了。哎，你这是上一下去。那个，你别发朋友圈啊！哎啊，小朋友，名儿爷爷都给你起好了。哎呀，智勤不孝儿子，你这么大岁数把人捆成这样，不羞死吗？啊！我这样做，是让你永远不羞耻啊！羞耻！用一帮大傻子骗我，要不然我能进派出所啊？我好丢人。大爷，哥给大爷让道呗。小大，来，别放，来。傻子，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能把我儿子抓进去吗？啊，把我吓唬吓唬来的啊！啊，这小子太不像话了，我是收拾不了他了，你帮我收拾收拾他，行不行？行，装的像点。我们吃不得的，别演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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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哟，小斌啊，哎，这是干啥呢？啊，我们闹玩呢啊，我们试试这个塑料袋粘不粘是吧？哎，几位阿姨看着挺有兴趣啊，菜都不做了，我给你们绑上面玩会儿啊。啊，我们可没有呀，什么年轻人啊，还玩老年怎么能这么说？你这么闹我也没有用，我现在没有钱，我的财神爷下月从美国回来，你等我下月我把钱还给你。就说你这个人吧，大哥也认啊，也认识大哥啊，认识啊。你的财神爷跟我有啥关系啊？我的阎王爷就给我十天时间，你呀多凑点钱还我们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在你没还钱之前啊，我得一直跟着你，根据你以往的表现呢，我害怕你再欺骗我的感情。哎，这财神来，我让你不还钱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是顶配，46.8万，然后呢，我46.8万，别害怕，我就收你5000块钱就完事儿了。给你了，你这车三多少钱？我干3000，还最起码。哎，怎么这样的？赶紧走，要不关交一万啊！瞧我买，我走走走吧，走吧，走走走，多少钱？不是，跟你麻烦呀。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师傅，嗯，我想跟您借点钱。长这么大，这是第一次有施主向和尚化缘。你真的很不容易啊。不借。是不是还是当天两位给借的？就还是最猛那个呗。谁牙都签了是吧？签了签了。没拿那个，换那个，那个没人敢试。啊，签了签了是吧？签了我这我就上了啊。行了，赶紧，快，弄。哎，叔叔。你别按你这老微信了呗，就你这人缘谁能搭理你啊？你赶紧再琢磨琢磨，你家里还有啥东西能卖的。我家现在闲置的就我一个人。干啥？给你照个相，挂网上给你卖了。你还要不要脸？真照你啊，你能卖出去吗？你值钱吗？我给你指条明路吧，你碰瓷儿去吧。你怎么看得上你？哎，我跟你开玩笑，你回来快点。哎，这都是技术活，别撞死你。我那车46.8万买的，你给我5000块钱。哎，我去，给我5000块钱走，怎么样？竞争这么激烈了吗？这个大娘大家看看，你说你怎么看？你会？我哥们过来接我来了。哎，放开我！干啥？这都是干啥？这是？你还在那怼气？放开！借不借？阿丹决定戒烟，拿来就是透透气。谁呀？啊，我老板。嗨，我跟哥。好消息，好消息，门店上。听说，钱抽的不太顺利。啊，是，你这钱抽的不太顺利。他已经办好了，看你们两个唱什么戏。你好好给哥唱，对吧？把这戏唱好了，再给你唱好了。哥怎么样？哥几个最近啊，钱我肯定还，但是要一个月以后。我知道你做单生意，可是我等不了那么久，后面是我上场。欢迎说谢老爸，对吧？再给你交时间，钱不到位，我把你老爸送到那个地方。他们这帮人是疯狗，你就照他们说的做不就完了吗？你敢给我爸试试，我弄死你！我什么时候想动的？是他们想动的，你得赶紧筹钱了，现在。
一个礼拜，50万怎么凑？接着掉。瞅啥呀？冥币，我这还有一张1000万的呢。你想啥呢？什么也没想。你别跟我装，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想什么了。你跟我想的一样，给你爸办个假葬礼，咱们收份子钱，这多快呀！去你大爷！做这种事天打雷劈。你爸真死和假死，你挑一个。开你这车觉得座位特别硬，你这腰要是坏了我可伺候不起，给你弄了个垫儿，来垫儿。我就是瘫了都不用你管。说吧，主动上门安的什么心？行，不领情啊。来，拿我去！动动动！别想，想得美，舒服着呢。来，您肯定有事，说吧，坦白从宽。我还真有个事儿，那个我去学校啊，给你请了假，想让你出去旅旅游，散散心。嗯，有钱了。我是不是寻思孝顺您吗？有钱了赶紧还债啊，我不去。那个债呢是肯定会还的啊，但是呢时间不等人，你想一想，你这腿脚以后要想出去玩去不了怎么办？而且我都安排好了，仙侠阿姨会跟您一起去。那我就更不去了。去云南。行，机票钱我自己掏。先生您好，坐电梯。哎，好嘞，好，把行李给我就好。哎哎，上车啊。好，好，好。我要吃那个鲜花饼啊。好，我爱吃那个梅。现在我来一点啊。小子从来不谈话，家有老虎哄娃娃。阿里里阿里里阿里阿里里。爸，这事儿过后我肯定好好孝顺你。出来啊就走了。是啊，这可惜啊，你也得多注意身体啊。
来来来，别别别，给叔磕一个去。嗯，高总来了。高总拿这么多，这些都是吗？是是是啊，分着装。那照个相吧。啊？来照一个。谢谢高总啊。萱萱收到我的信息了是吧？先生练什么歌？哎。那怎么今天我没给你压岁钱吗？有出息啊，萱萱，去吧去吧。哎，指标来了。哎呀，今天我出门的时候吧，挺着急的，我就没带现金啊。那不挑理的啊，都是一份心意啊。那带卡了吗？我那个是，我钱包我就落家了，那个我去办一下吧。哎，咱们这儿支持微信转账。小兵小时候画的，啊，这个是你们家的老房子啊？这个也在。啥呀？这是给小兵记录身高的，到这儿的时候一周岁，会走路了。这个是会叫爸爸，这小子嘴笨，好吗？到这儿的时候，会淘气了。等到这儿，嗯，我们就搬走了。都差不多了吧？别担心，兄弟，我尝尝，闻着挺香啊！啊，是吧？来，大家干一下，先喝一口。哎，你不是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少范小兵。哦，对，范小兵。麦克哥，好久不见了啊！哎，是不是你给我发消息说你爸死了？啊，咱今天不唠这个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朋友方。你爸死挺是时候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你不是欠挺多钱的嘛，对不对？收不少礼金。王王王王，来一点心意，少了，再来一点，拿上拿上，自己人。你这是爹就死一次，
哎，兄弟，你这没吃卤煮呢，怎么闹的全是下水壳呢？啊？说啥呢？什么意思啊？那说啥呢？哎哎，行行行，别闹！你这，我跟 Michael 哥是好朋友，多少年感情了，人家把钱收了吧。你说啥呢，小兵？啊？小妹。你们怎么聊上了？偶遇老朋友。这不是吧？你也认识他？他就是我跟你说想让你投资的那个人。起来起来 ，Michael 经常来咱们店里吃东西，是投资人，所以我想把他介绍给你。我们其实老早就认识了，我以前跟 Michael 哥我们合作过。真的？嗯。对，合作过，合作过。以前给我当过司机。哎，范佐现在干什么大生意了？哦，瞎忙啊。小文，人家范总不需要我给他投资，让我投资的是你。啊？怎么？不愿意？没有。不能不愿意。那个小文一直希望有机会能把这个店儿再翻新一下。Michael 哥，你是有眼光的啊！我代表小文敬你一杯，咱把这酒喝了，这事儿就算怎么成了啊！哎，我干了。小文，你给我干一杯，我给你开连锁。要不少喝一点，那小文酒量不行，少倒一点，意思一下，来。行。谢谢麦克。走了，不吃了，扫兴。你干啥呢？你说人家个姑娘，那心思我都看出来了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啊，那就得非得让人喝那杯酒。你俩这关系是不是没跟老妹挑明了呀，小兵？怎么挑明啊？我混成这样。我能给他什么？他爸走了，就留那么一个卤煮店。我希望他能好。我明白，阿兵，我非常明白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是吧，就这世界上不是每个女的，啊，都认钱，是不是？你比如说追我那个吧，啊，他就是。深深的被我的个人魅力所征服了。你跟我扯什么犊子，方健？我真没跟你扯犊子啊！本来呀，他就想让我在城里挣点钱，回去呢，我俩做个小买卖，让我远离江湖上的腥风血雨。干啥？你搁那放啥？放大啥呢？搁这块儿啊？哎呀！
现在好了，全让你给毁了。哎，只要你老板过来拿钱，结束了。这世上还有这种当爸爸的？离了婚想看孩子直说嘛，鬼鬼祟祟，弄得跟人贩子似的。当然了，我也是有点冲动啊，但是我完全出于好心。对，你是好心，就你是好人，其他人都是坏人，我也是坏人。你这叫什么话？我这叫见义勇为，我这叫结账理赔，所有赔偿加一起35万。啊，凭什么要这么多呀？这些人还讲不讲点道义啊？讲什么道义啊？是不是你翻人墙头？是不是你刮人家汽车？你品味可以啊，你刮的那些汽车没他妈一辆低于50万的。哎呀，我小兵别说了，你他妈跟谁他妈他妈的这么说话呀？啊，跟车，跟车你妈吵去，冲你爸来啊！你放心啊，就这个钱你先给我抵我垫上，回头我全还你，好不好？你知道这钱我从哪儿弄来的？这钱，我以为到云南来看望我来了，来训斥我来了。阿姨没替你看好你爸爸，对不住你啊。跟你没关系，我太了解他了，发起脾气连自己都揍。其实他爬上屋顶啊是为了这个。嗯，什么呀？儿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在这儿。在水里，在水里。好好好，我知道知道。爸爸，哎，你不是枪法挺准吗？这个爸爸可打不过你。爸爸，你也给我做一把枪吧。小时候，我跟我爸总是一起打胡萝卜。后来他给我做了一把弹弓枪，那是我淘气，老拿这个打别人家窗户。他说要把这个给我扔了，没想到他藏起来了。上阵交配啊！他一个人不用洗两张照片吧？走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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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
幸福，全他妈因为你！到现在为止，花的全是我的钱。这个当爹，这些花圈，我还得替你还账，我该你的。你家还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？该给我卖了！报应！跟你在一块太危险。买保险保平安。哎呦我去，你爸以前是军人呀。把手拿来。哎，这照片里这几个人你通知没有啊？这不能联系，这是我爸老战友。你看脸都弄埋汰了，你这哎，我的妈，越弄越埋的。你怎么会有的？小兵之前发给我的，想让我看看你那时候有多威风。哎，你跟这些战友还有联系吗？很多年没联系了。你怎么从来都不说你当兵的事儿？嗯？素吗？菜不素，音乐有点素。出卖我那个澳门财务抓了没有？抓了，随时可以处理。抓了什么屁用？我澳门那个账户已经被警方冻结了，一分钱都没有了。要不然为什么要追他的50万？我这个老大当得很失败。阿哥，我们去美国躲一躲，我觉得那两个人可以当替死鬼，我们用新的身份到美国。你家的茶叶咋跟锯末子似的呢？嗯，你心里有点数啊？你现在不光光欠 OK 哥的钱，还欠我的钱啊！昨天呢，我还搭进一身皮衣皮裤，这都是真皮的。你说这棺材卖二手，能不能卖得去？大早上就喝了你啊？谁呀？你家你问我谁，我哪知道谁？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干嘛关门呢？咋咋咋？打开门呢？我昨天打电话，今天就到了。打门吗？这不是开门？对呀，开门呢？开什么门呢？叔，小斌啊，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吗？我们想见老连长最后一面。面不能见。为什么？你猜呢？沉默猜。哎，不行，我杀我面，杀我面，我们冷静点。哎，别去，来干啥了？小斌，老连长怎么趴着呢？啊？嗯、啊？啊，我们老家的风俗，什么破风俗啊！我的天，老太太一不行不行，这小兵的死者未大，别惊动了老连长。对，各位叔叔，咱们要不上个香就回去吧，好不好？老连长说过，无论谁先走了，活着的都要为他唱首歌。对，唱唱唱歌。咪嗦啦咪嗦，啦嗦咪哆来，愉快的歌声满天飞。一二三四，好，唱太好了。各位叔叔，已经日落西山了，要不你们先回去，现在回去还能赶上看新闻联播，好不好？不行，我还没有同连长饮酒啊。也不知道我那帮老伙计现在怎么样了。20年前，这里是重要的贩毒窝点。那年，我们准备把这里的毒贩
一网打尽。可是我和兄弟们跑散了，和一个毒贩直接面对面。小兵知道这件事情吗？我这辈子就这样了，可是我总希望小兵各方面都比我强，哪怕他不当兵，他得务正业走正道。一个男人有担当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个人有个人的活法。小兵他只是有他自己的事情，这次他安排你来云南，就说明人家心里有你呀，是吧？不唱了，不唱了，不唱了。让老连长好好睡觉。哎呀，老连长啊，有你这么好人在。茶水喝多了。我不是好人。你必须是个好人。哎，必须。要不你最不信你妈呀。小兵啊，你知道你这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你妈生的那天晚上，我们正在夜班训练，对，我们决定一块儿给你起名字。我给你起了个名字，叫范伟。掉掉，不是伟大的伟，掉了啊！范伟那么土，我就在范伟后面加个旗子，叫范伟旗。范伟奇，不是还是土嘛？你看我起的多好啊，让孩子健健康康，范健，好，来呀，谢叔，你把提议说是你毕竟当兵的后代，所以我们一致决定叫你范冰冰。哎呀，后来你妈觉得小兵啊更可爱，你爸呢就正式给你起名为范小兵。小兵啊，你爸这是想你妈了，所以他走了，可他就不孝顺我们吗？啊，我们还想见他最后一面呢，啊，我。什么活了？老连长活了，嗯，喝多了是不是？喝多了，根本就是老连长觉得算理太寒酸，他深怨未了。啊，叔叔，你们说的都对，就是我范小兵没有出息，我不能让我爸风风光光的。小兵，没事。我们给你办的风风光光的，
流浪，我们听着吧，听着吧。阿弥陀佛。老连长的战友们全都联系上了，还有军校的同学们，我们准备借此机会给老连长办一个隆重的葬礼。拿着，这是新买的首饰啊，一会儿你给你爸换上。明天一早我们会安排车来接你们去参加追悼会，这是老兵们的一点心意。拿着。我说，这衣服整挺合身的衣服啊！明天火化之前，我争取把他们都支走。终于结束了，你别争取啊，你得必须啊，要不然给我推火葬场，不给我晾了吗？那不，这棺材还睡习惯了，冷不丁一结束吧，心里还挺不舒服的呢。我又给你买一个，行。明天先把钱还了。不是，那是我钱呢。你的钱肯定还，老兵的钱也不能要，应该还。我融资成功之后都还。不对呀，那我钱也是钱，你先还他们的。这谁呀？大半夜的。不知道啊。行，就回去吧。你说话，你就回去吧。小兵啊，爸，还是回到家里踏实。来，扶我坐一会儿。啊啊，爸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云南这不受伤了吗？压迫视神经了啊，看不见。你坐。哎。你吴阿姨给我送到门口，就要进来照顾我，我没让她进来。爸，你瞎了？屁话，暂时性的。啊、爸，那咱回去休息吧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云南那个事儿，我正式给你道个歉。爸，你。应该道歉的是我，你看我那天说话也有点冲啊。你这次安排爸爸回老房子转一转，爸爸特别感动，触景生情，一下子就让我想到了你小时候，咱们爷俩在一起那些个事儿。其实儿子，我想跟你说什么呢？就是，爸，不说了，我知道。就我还没说呢，你知道个屁！我就知道，嗯。德行，还不让回应。我呀，在云南给你买的鲜花饼，啊啊，我看看啊，啊，这是有糖的，你的；这个无糖的是我的。咱俩不打仗，一人一份。这就算我跟你赔礼道歉。嗯，那我就接受道歉。行，我放下了啊。哎哎，咱们去休息吧。其实啊，那天是扎实灵了，是不是？啊。什么东西啊？你这个是我给咱家新买的柜子，爸。哦，是个单开门的啊。你这孩子，家里不是有单开门的柜子吗？不喜欢我给他换了吧，换个大的、哎、啊。行，慢点走，来来来，我睡觉。好好，你早点休息。哎哎哎，到了吧？嗯。打扰了，来我睡觉了。好，嗯，你也休息啊。哎，嗯，晚安啊，爸，晚安。不生气啊。
哎，我高兴今天。这边有个墙，墙上有个公鸡啊！我站门口等你呢，快点！爸，那是单开门的鬼子吗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是遇难之后的事。怎么死的？说是病死。这孩子得的是什么病啊？怎么活蹦乱跳的，说没就没了？啊，太突然了。他脑出血，没送到医院就死了。然后吧，他在北京没有什么亲人，也没什么朋友。我吧就把他那个就放咱家了。对不起，爸，你别生气。破孩子，这是你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。等等，头几天我把他打一顿，他这个脑出血跟我打有关系没有？啊，那没关系的，他脑子有病已经很长时间了。早知道活不了几天，我就不该打他。是这儿吗？啊，对，就是这。不可能打他，我不可能打他。在里面走，来，来，别了，关上。小兵，等会儿啊，等会儿。孩子，在你临走之前。我给你正式道个歉啊！啊，上回那个锁喉拳呢，太狠了。回头我给你烧纸。烧纸，烧纸，烧烧烧！别，我怎么觉知他有点眨眼呢？爸，您，你刚好你是出现幻觉了。嗯，别假手。应该是幻觉，应该是幻觉。来，爸，爸，爸。的担当啊！战死沙场，这一军人的奉献，但此在战场是一件奢侈。那是敌人的子弹。生活本身更难对付，战场上
只有你死我活。可是生活中有更多的选择，一个坚强的军人也无法战胜叫做时间的敌人。老连长，你一路走好，下辈子我们还做你手下的兵。军军好，安军中，安军中，天大人就醉，醉罢了佳人成风动，两眼十度相随，只求他日。妈，我开会呢，追悼会。万英雄是我爸，他脾气很臭，臭到晚上说梦话都要骂人。他胆子很大，经常一个人出去执行任务，有时候我不甘心，为什么他是英雄，我是小兵。现在我知道了，英雄就是要先牺牲自己。我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我爸出去执行任务的时候不回来了，但是现在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谢谢。几天时间，我把之前给你送了。已经没有时间了，陪我去澳门办点事，这样你比较高效。
是办什么事儿啊？他这死人的钱，我就让他花死人的钱。谢谢。老连长，再不生气，不生他的气啊！冷静，冷静。用这钱，又换你活了，他就特别特别的值。什么值不值的？压根我就没死。敬你们，来，咱们喝酒啊！好好好，你们先喝，你们先喝，先喝电话。来，咱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秃噜出来了。喂，范叔。啊，小薇。小兵给我发了个信息，说他要出去办点事儿。他说他如果回不来的话，以后让我照顾你。什么？叔，你先别激动，叔，你先听我说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他在哪儿呢？他要是去澳门的铁公鸡总部了。澳门。总算醒过来。我是杰少公司的财务。是这样子的，虎哥跟 OK 哥要干掉你们俩，连同我一起干掉。不，我呢就因为知道的太多，他们有跑路，你们就成为他们的替死鬼。有可能的。因为他用火烧，用火烧料以后没有人看得出来的。不来，我去接一下公司的财务。
滚！滚回那来了呢？跑啊！在公司的财务。该打幺零报警，快走快走。他们不是打幺幺零，打九九九吧？我该我电话了。小兵呢？我已经醉。喂，我给你干了那么多事儿，你想弄死我？你赶紧把范小兵给我放了。喂。我是范小兵的爹。哎呀，是什么灵丹妙药让他提心归上啊？钱我都带来了，把我儿子放了。晚上七点，季涛在扩庄等你。带方健那个王八蛋过来，不许报警，否则你看不到你的儿子。范英雄，你别想着范英雄。走。这个老头行不行啊？这哎，爷们儿，你可以得怂啊。我认怂，整得我好像是娘们似的。你们老哥几个很久没在一起并肩作战了，这回好好玩玩。老弟啊，兄弟话实话，争取家伙，你们快到了吧？英雄在此！爸，不该对。别动！不行。钱带来了，报人，食材全齐了，你们快走！干什么？欠债还钱，你们应该放人了。钱都在这儿，一分不少，你点点。现在不是钱的问题。他要敢动我儿子，我就崩了你这龟儿子。献给爱丽丝，献给范英雄。好吃的东西，那就是新鲜的食材。钱都给你带来了，爸，儿子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欠钱的事我从我来。保六宝，保六宝，保六宝！我答
一回就会发展火车去，这叫做江湖，什么叫心理？我这是说你休息啊！我去救你，儿子。还记着小时候爸陪你玩那个游戏吗？今天爸再陪你玩一局，怎么样？爸啊，这回可没有三十条命。
弹和矿了。儿子，不能放下。冯小兵扎枪也要指。你知道爸爸推这枪是怎么挨的吗？啊！你儿子叫冯小兵是吧？沧海教训，明天二班，不叫他死的话，把家伙放下。爸爸是英雄一时，狗熊一时，你不能再犯爸爸当年的错误了。举起枪！爸，对不起。这样死了。当时小兵和范叔倒在我眼前的时候，我说是我的心里的。大小姐不好逻辑啊，好人怎么会死了？这又不是拍电影，生命就是如此脆弱。当时小兵和范叔躺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不行，我疯了一样，我就扑向了 OK 哥，我跟他厮杀。要不是最后警察来了，我早就把他给杀了。我跟你说，你扯啥犊子呢？搁这儿？这真眼泪假的呀？这是啊！没事，我忽悠搞个红包玩会儿。听说是你报的警，非常感谢。找不着工作，上北京找我们去，北漂啊！哎，等一下啊，老头们都去接受采访了，那快点吧。好烂的故事。皮特先生您好，今天没有沐浴，只是过来看看您，向您承认一个错误。关于之前我跟我爸爸的事情，我撒了谎。哎，怎么？哎，不行也没事儿。他同意了。Yes。吓一跳。你这是啥？幼稚，太幼稚了你！哎，那我钱怎么整？我钱啊，算入股了呀，以后就叫你方总。什么玩意儿就入股了？我给你现钱，完你给我整一个回。我哪有功夫等你的嘛？我给你钱扔钱啊！喂，告诉你往里来，往里来的吗？成功了，恭喜啊！但是你要给我一张终身免费的 VIP 卡。嘿，谢谢你啊。干啥呢？那个我对象来了。你干啥呢？快点下来啊！一二三，再不下来分手。请给我一点甜蜜的天真，拒绝残酷的温存，就给我一个完美的替身，青春才足够完整。饿起来了，怎么了？燕哥，你干啥去了？就这点路不记着吗？哎呦我天！你说现在这么多人，这多不好意思！哎呦，我都烦死青年人，你说。孩子们，还记得范爷给你们讲的澳门斗坏人的故事吗？话说，真正的英雄，不是美国队长，更不是范爷爷，而是范爷爷的儿子范小兵。追击！
进城。爸，对不起。老爸，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，你还过得好吗？老爸，你对我说过的那些话，我也越来越懂。老爸，记得当时我离开家，你目送，没说什么话。老爸，我现在好想抱你一下，紧紧的抱一下。